事情。那在这一项的工作，在李代表在过去跟苏委员这个陈情，还有我们跟县政府，还有包括地方政府来会勘子之后，我们发现安庆区的周遭，它有五尾糖厂，甚至它更南边有北港西。那北港西有一个文化景观，就是旧铁桥。那若是我们能顺着把安庆区整治的同时，把五尾糖厂的围墙打开，把绿地找出来，让这些绿地都能储存洪水，然后不造成民众淹水的损失，而这条安庆区又能回到一个干净的一个河川，提供我们镇民朋友一个很好的休憩空间，甚至能大家更能亲近北港溪，这是我们整个今天虎尾草的计划的主要的精神。那这个工作我们即将在近期就召开国际标，接下来我们会来广邀国际上面包括国内有名的设计师，就我们水岸缝合虎尾草这个专案来进行专案的设计。我们战略框列的第一期的费用是有4.5亿元，112年会来动工。这是以上我们今天跟镇民朋友报告的事项。因为从总统当初来到现在也经过蛮长一段时间的，所以到底说镇民有很多的误解的那个哦，没有，好事，好，对，这方面稍微讲一下。总统来临过这个地方之后，他认为这个计划非常好，所以在这个之后我们就密集的展开初步的先期的规划。这个先期的规划的团队也在我们过去这一年半这中间办理了相当多的这个包括各方民意的探索包括蹲点包括科研的工作。那这是由我们国内举办台湾设计展的主办单位台湾设计院来做我们的这个整体规划上位计划的一个总顾问。那在做过去这将近2年的这个期间，我不断的去做地方蹲点的工作，梳理这个整个虎尾镇相关的这个人文、地文，还有包括水文的这个状况。那因为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是一个相当好的案子，也是未来完成了之后，我们认为是在台湾是一个水岸缝合的一个典范。我们宁可把它做好，我们不希望说因为很快速、很潦草的方式，而让这个很好的这个标的地景的这个景物，而因为这个因素而把它浪费掉。甲咱要买地的时候，咱会根据你的都市计划，你的都市计划范围内底，伊拢涵盖伫要伫国际标内底要甲咱做规划的对啦。但是要甲咱做规划，为什么需要把帐篷全部都纳进来？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说，为什么要有一个案子？优先来管理，即个咱已经迄个交管政府咱已经公布了，所以就延伸到咱的中山路家。但是中山路家后边遐可能有一挂，爱拜托大家公司时代，到阮那去工程去做的是有法度配合一下，因为咱若不嘛到明年，比如讲4-5月啊遐完成，因为遮足侪需要地啦。你若无土地同意的时阵，我干那用迄个土地的征收的定数的时阵，上紧爱到9月。如果大家在土地上，大家有法度去配合，予阮先行施工，还是讲予阮同意阮的施工的时候，这个物件就会搁加速。不管哪个所在，那一连串安尼就带落去了。既然整个盖好，其实都好办了。那你不加有心去争取钱，那谁出力出力，亲戚来去了解一下，这较无简单。既然咱以后去施工配合电影，这样吼，变成该听就听。可以工程顺利，拖拉机要吃垃圾啊，要吃工程啊，莫甲动员莫啥，可以顺利完成，把咱好个路进步。好，多谢，谢谢。